打奥拉夫可以点灵光披风加速，别忘了我，香菇香菇叮了我香菇，太好叮了，看来是不是在草里，你看我操，不敢追是吧，啊，怕你，咁你屎忽有牙咩，靓仔？你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你死啦！装。他闪他也得死，我灵光披风，我双重灵光披风。唱个 K 门，最好是可以等我下班去唱，我不太想休息，说实话不是很想休息，那天可以一点钟下班去唱 K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时间，一点钟去唱 K 还能去洗个脚啊，多爽哦，痛，我操，这么皮，闪现夺啊！哦，还好还好。你哥爸把老子线搞这种东西，你是不是人呐、啊？你还不推呢？你是真该死！你搞这种线，我一会被抓了就赖你。烧吧！毫无意义，血肉。还看。死亡轰炸，操，追不上他，玩个奥拉夫这么怂，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 Shut down， 更多火药，见不死兄弟快来，他应该没大，他有大他绝对不会交闪的。哎，先锋别打我，我操，哎呀我操，死吧你，直接三烈火带走，还狂，那也不是买的，喜欢抢喜欢抢，还投了一百多，可以，今天自己做的饭，吃的沙姜炒鸡，你还会做饭，哥把老子八岁就会了，我八岁就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，你在想什么呀，还不是用电饭煲煮的，用柴火煮的，我八岁就会了，那个时候是我爷爷去下田，晚上我和我哥煮饭，对啊，我月底要回去了，我月底房租到了我就回老家了，没了，还偷七十，又投一百多，有的杀不杀白不杀，我队友人都送麻了，等一下我等一下我，别急，他们打没那么快，不打了就好，我本来就差钱，我操，飞秀了，哎呀，被卡特秀了，我操，他用一把我桶子躲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捡魂也没扎到，一个都没扎到，真一手，哎呦怎么这么痛啊，不像奥拉夫在上路带线呀，哥们又一个，可以，我的船一起沉没，
残忍带给所有人。你这马眼那也推不了。妈的，被变羊了！啊！我他妈心态崩了，小兵打我600滴血，主要我们现在去别人塔下推推不了，他哥把轮子妈一个 W 小兵全没了，抓边路可以。别过去，别过去！打了，打了！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漫天飞雨！完！这卡特。我这个二连捅，哎，这波其实很有机会把他们直接团灭的，这波太可惜了。我这个桶在这里，我往这里炸的。我当时他妈要是三连捅或者第二个桶子往这里炸多好，我以为先藏起来，要不就躲起来，别让他们看到我就好炸人。他们有我的视野，我是真没那么好去打伤害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，开大，开大！这你妈还不炸？老子闪现三连捅还打不到？拿下！我他妈闪现三连捅，我还拿不下你？哎，故意波吗？感觉好像也一波不了。我可以把那个抽奖提前发吗？就这把可能是我的 MVP， 但下把可能不是。我能不能把抽奖提前发了？我想开，我想做下任务。来不行，我没桶子。好的，全是金身，他也按那个金身。你还刷那个了，小龙啊？你不要小龙吗？你等卡特出来吗？我确实不太好吃伤害。我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奈何，看一下能不能救。恶险很多，可以，不亏不亏，幸亏我赶过来了，我。推上推上推上，中路推不了的，推推推推推。当心炸药桶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哎，你们去哪呢？我操，为什么不推呢？走了走了。妈害人！我操，无语。有兵线，他们人没活的时候，他妈的不开不打，很怪。他们就三个人，我们哥巴四个人，这不冲也塔也不拆，就是怕轮子妈清兵，所以要往前面顶了。
顶的话他不敢签那个塔，我们 A 几下其实就没了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吧。我走这个地方好像不太行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有眼吗？好快的反应，我操，没眼呢，他反应好快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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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要是跑的话就算了。中了，就是没兵线，让队友去带下兵线吧。我不知道卡特在哪，我怕那个屌毛往头。那行那行那行，这不是我的 MVP？ 嗯。